Hello， 大家好，我是 Timothy 啦。咁啊，我系香港海洋公园保护基金嘅同事啦。咁其实今次真系好多谢 City Walk 啦、全新天地啦、市区重建局啦、同埋 Sino 啦，咁三个机构咧就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支持。咁啊，支持我哋第二届嘅熊猫行动啊，或者叫 Panda Action 2013。咁其實點解我哋會做呢個熊貓行動呢？咁事源其實就呢個同保護基金我哋本身嘅宗旨有關啦。因為過去呢幾年呢，我哋不嬲都係即係用好多資源投放喺國內嘅大熊貓嘅保護工作方面嘅。咁除咗係幫助佢哋一啲科研嘅項目之外，亦都希望可以喺公眾教育啊，或者係喺佢哋喺佢哋嘅資源啊、能力人力培訓方面，係可以幫到佢哋手去加強佢哋保護區嘅工作嘅。